昨天上海市卫健委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，儿童被隔离收治后，家长阳性才可以陪护。我真的惊呆了，很多家长群也都炸了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能够做出一个如此冰冷、没有任何温度的决策，最近一个多月的乱象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之前看到有些城市以防疫之名破门进入民宅把宠物打死的时候，我还在庆幸上海防疫的人性化，但如今我感觉有些人已经忘了防疫到底是为了什么。防疫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，不是为了追求一组冰冷的数字。失去了人性的防疫，让活着的意义都变得廉价。一个两三岁的孩子，你硬让他和父母分开，独自对着一群穿着全套防护服的陌生人。我所认识的父母当中，没有一个不会愿意自己也是阳性。所以在几个家长群中，我虽然看到了父母们的愤慨，但是大家内心并不恐慌，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从今天开始每天都亲孩子100遍，那么无论发生什么，他们都不会被分开了。